拍卖会当年那个案子的失踪古董会出现，抛出来的人一定跟案子有关，所有的事情都在计算安排中，他一定有更完善的逃脱计划。我一定会要你付出代价的。我在你补习班里面放了一颗炸弹，那颗炸弹是远端遥控。张定轩为什么找上老爷？蔷薇不见了，我拼了命我也要去救你。看来我要提前引爆了。狮子王强大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曹彦豪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狮子王强大哦。